阿弥陀佛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真佛天空新闻台莲生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，今天是第659集的播出，祝大家新年元旦快乐！嘿，有没有去哪里玩？你们那边的天气怎么样？前几天比较冷，今天台湾空气阳光终于露脸了。好，节目开始为大家播放的是瑶池金母的圣号心咒，祈请根本传承大加持，祈请瑶池金母佛光照耀，祝大家来年新春愉快，吉祥运程光明。大家播放的是瑶池金母的圣号以及心咒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南无无极瑶池金母大天尊，南无无极瑶池金母大天尊，南无瑶池金母大天尊，南无无极瑶池金母大天尊。嗡金母悉地吽，嗡金母悉地吽，嗡金母悉地吽。嗡吉姆悉地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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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嗡吉姆悉地吽。
好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元旦快乐。哎，哦，我们台湾人说这个1月1日叫元旦，哎，那这个我们邀请现在现场网络同门跟我们一起做网络的直播分享。我们等一下，我们再唱一次瑶池金母的圣号及星咒，还有祝师尊师母也新年快乐。我来做直播分享哦。
家好，这是正佛天空新闻台莲生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，今天是第659集的播出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元旦快乐，大家多一岁，是春跟叉叉哆来咪，哈哈哈哈哈，可爱，先把可爱的音乐关掉，是春每次那个。过完年，然后他就会跟那个叉叉哆来咪说他讲的不准。好，我看看现场哪些同门上来了。哇，今天大家上来的很快哦。王国会，对，所以呢，哎，新年元旦的第一天来看读书会直播，哎，那个哎是好的开始。陈丽珍，哎，还有林玉珍、王国会、姜雾、艾丽斯坦、林秀英。还有这个哦，傅斯林师姐，麻烦帮忙分享。Shirley Lin、John Yaday 啊、Diamond、Alistair、陈林真、Josephine Yan、沈江山，对不对？甘峰丽、阿 Ken 师兄，谢谢你每次都帮我们分享啊、哦。还有这个以心亮亮，哇，又多一岁嘿。哦 ，Shaw Jackie 你好，哎，那个陈振峰 ，Kelvin Ong， 哇，谢谢你上来我的读书会哦，要常常来哦。Anya Dio 啊，还有这个阿 Ben Lin 啊，阿 Ben Lin， 陈乔峰哦，这个哇，背景很漂亮，对不对 ？Love 爱师尊师母大家嘿嘿 ，Sherry Lin 啊，还有这个 Joe Hosting 啊 ，Korea 你好 ，Anya Dio 就是 Lee Komira 啊。马杰尼马杰克逊，还有这个俊雄陈玲玲，哎，陈玲玲，哇，温馨如意，平安吉祥，事事如意，新年快乐。Estan 也是 Yomelai 啊，丹丹丢丹地带，陈青梅，陈义居，马杰尼马黄传义，九月一旦，阿弥陀佛三世 A V C。熊师姐 ，Happy New Year！ 哇，你写英文，David Dan 丹地带，谢谢大家上来了，哇，新年，哎，大家很如意吉祥，嘿，能够哎把握新年的一个好吉兆哦，好，谢谢傅师姐哦，已经先用平板跟电脑，哎，那个不会宕机哈。燕云师姐 ，Bingo On， 哎，对，燕云师姐，我礼拜天要见面，对不对？高兴哦。好，哎，那个 Sally Go， 你好，还有郑慧芳，哇，八九帝王蟹，你们那个生意一定很兴隆，对不对？啊，面瓜力，元旦第一天读书会，正能量满满的，陈文瑞啊，丹丹丢，哎，陈丽珍啊，我们读书会也是过新年。好，跟大家报告，哎，对，昨天就是抽奖了，对不对？抽到10位同门的名字已经贴在啊，今天我的脸书的贴文了。那如果你没有抽到的话，下次再接再厉，我们以后还会再举办，我再找看有没有新的东西再送给大家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今天呢，跟大家哦。那个哎，报告上一集的哦，那个莲花丽美得到梅花证书。还有 Alistair 每次想念师尊总会在梦中相见，像父亲一样亲近保、哎、这个保佑加持你。甘风力恶鬼不珍惜自己的慧命，自食恶果。昨天讲到那个讲到那个好色的恶鬼。好 ，Richard Jin， 师尊跟弟子之间的想念是距离是没有问题的，彼此思念，我们同住在一个地球一样。丹妹妹，路远佛不远，只要用心，那远跟近都一样的。熏丢力，感恩这一两年。跑医院辛苦的日子都是读书会师尊跟上师哦陪伴的历练，哇，真的啊、哦，那个林信如对不对 ？Shinkyu Lin 哦，原来你过了这么辛苦的日子哦，所以每个人的过的日子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不管你过什么日子，不管天涯海角，我们读书会直播那个 love 爱那个师尊给大家的爱心满满。祝大家新的一年运势很强，越来越强，越来越旺啊！好，今天呢要跟大家讲，哎，我今天讲那个，哎，我是这个书是照那个轮流的，居然找到加隆往生佛国。哎，如果说新的一年能够回向往生佛国，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祝福哦。哎，每个人都，我看到这篇文章，我很羡慕这个师兄哎。今天呢，要跟他介绍呢另外一本书《指引一条明路》，师尊给我们指引一条明路。新年到了，祈请师尊给我们指引一条明路，对不对？哇，
迦龙往生记啊，迦龙往生佛国净土。迦呢是精神可嘉的嘉啊，台湾嘉义高雄的嘉，龙是这个那个龙，迦龙往生佛国净土。哇，看到这个标题我就觉得哇，羡慕的要死，对不对？哇，希望呢，我们回向，希望自己还有大家将来往生的时候不要拖老命，不要老人痴呆。不要那种病怪怪的住医院好那个很久的，最好能够坐在法座上修法往生，坐在椅子上往生也好哦，就是希望能够往生的时候不要带着痛苦，带着牵挂，能够很顺利的往生，这个就是我个人的希望，也祝福大家。但是呢，大家这个在新的一年，每一天呢，还是跟着师尊，对不对？的佛菩萨佛光的护佑哦。好，那我跟大家介绍这篇文章，迦龙往生佛国净土。迦龙呢是真佛宗弟子，是师尊的弟子。有一天他往生了，他的灵魂飘出窍，飘到幽冥异路，飘到幽冥界，然后呢在十字路口徘徊，到底要去哪里，不知道走到哪一条路，对不对？有一个人，我听说有一个人什么，就是我们要跟人家助念，其实帮人家白事助念很重要。那 有一个人，他是这个常常帮人家助念，然后他往生的时候，很多人就排队帮他助念。有一个人呢，他就是人家拜托他助念，他都不要去，想尽办法。他是好像法务人员，也不想去。后来往生的时候呢，他正好是农历除夕，大家在团圆，庙里没人。我听说是这样的一个故事。不过呢，他这个迦龙这个师兄，他往生的时候在十字路口徘徊，哇！但是呢，在徘徊的时候，心中有谁呢？有我们的师尊，他心中有师尊，哇！这个是我2013年的师尊的照片，还在2013年，哇！心中有师尊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弟子呢，往生的时候，他心中有师尊，意念我们的师尊。这个时候意念师尊怎么样呢？在这个十字路口旁边有个小树，小树呢都透出了一点光，走到树林，看到有一个小茅屋，光就从这个屋子里透出来，迦龙就敲敲门，敲敲敲，门开了，门开了，出来的是谁呢？正是我们的师尊出来了。所以呢，这个人往生第一时间没有被接引哦，还是可以意念师尊，对不对？这个师尊呢就啪就打开门来，看看弟子里面，这是师尊。他看到师尊非常的惊讶，师尊你怎么会来这里？哇，师尊说，我专程来这里等你，我等你半年了。哇，嘿嘿，师尊等弟子半年，我开电话来问师尊，师尊你怎么会在另外一个空间等弟子等半年呢？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时空，所以呢，不是只有在我们人间才有我们的师尊啊，在所有的法界、幽冥界、天上界啊，所有的各个法界都有我们的师尊。那我们在幽冥界的那个师尊竟然等了迦龙师兄等了半年，哇！那师尊呢就把门关上哦，告诉迦龙，迦龙你在这个房间住上几天，到时候我会送你到玛哈双莲池净土。哇，这个是非常的，对不对？在这个第一时间没办法往生，但是在幽冥界，因为他有想念到师尊，这个弟子有想念到师尊，真的是师尊出现，还等他半年的，师尊还跟他承诺要带他去玛哈双莲池，这是什么因缘呢？我们来看同们的留言，哇，今天没有抽奖了。Lisa Jen，Lisa Ding，Ben Chong，对对，Sherry Leong，你好，
就跟种邓妹妹，我大家问候拜年呢。所以呢，那个，如果各位同门，你想要拜年，欢迎来正国天空新闻台的读书会，还会互相问候、互相拜年。波修妞啊，米利翁啊，然后还有谁？艾琳森啊，等等，对，廖金蝉师姐，王国惠师兄，天来功课，谢谢 Melotus 啊，Janice John 啊。好，三哦，你好，柯丽丽，那个，谢谢你的功课，郑慧芳师姐，上司加持，生意比之前好很多，哇，好怀念你的菜，你的菜太好吃了，如果下次师尊有回到台湾，再安排去你的餐厅，哦，记得哦，如果在台中的同门或附近的同门，八九地王蟹再靠近搜狗吧，是不是搜狗那边的？台湾大道在台湾大道那边，他你的对面好像是经典酒店，对不对？哇，很好吃。Melodies 你好，还有 Joho 六，秋辉六六，对不对？Kolili Diamond，还有这个马国发、丹妹妹、张登云、富妈妈，谢谢你的功课啊。优美赖玉梅，谢谢你的功课，Just Good 啊。还有梅德的是已经亮亮哇，大家都老了一岁今天大家好像很开心哇，人一直上来哇，这个比抽奖还要热闹，比抽奖还要热闹。不过昨天呢，土包鼠红包抽奖也是人哦多了20个林会长又想写信跟师尊拜年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写信啊哦。Diamond 你好，谢谢你的功课哦。好，那就是师尊答应要带嘉龙去玛哈双莲池。那这个弟子呢，皈依师尊，临终的时候能够意念师尊，真的是非常的难得。可是呢，这样的弟子是不是还有业障呢？还是他还是有？所以呢，不多久哦，这个弟子呢，在师尊的这个房间里面，外面就有人 call。嘉龙呢？我们是来接他的，他应该带跟我们到幽冥地府去。现在人却不见了，哇！原来是外面几个牛头马面阴间的官吏到处在找嘉龙，都找不到。原来嘉龙被师尊一个结界化为一个房子，把他结界起来，所以是经过师尊的结界，那些牛头马面、阴间官吏怎么会看得到的？所以师尊呢，要保护这个弟子，能够保护到这个很有力量。哇，他们找都找不到，已经是往生正前，要意念师尊上师心咒哦。好，林信如啊，信丘令你好，那所以呢，这个。而且他们喊的声音哇，非常的大声呢，听得很恐怖哇，在幽冥路上，4条路来来回回在走，都找不到嘉龙这个人。师尊告诉嘉龙，你不要害怕哦，你帮助师尊多年，你看哦，师尊很念旧。原来师尊为什么特别照顾这个弟子呢？原来，这个嘉隆在生前，他一直护持真佛宗，而且供养师尊哦，然后呢，对师尊有很大的帮助。改天我要问说，要帮助到怎么样？不能这样问啊。好，反正是讲你帮师尊很多年，我也应该帮你。他们是阴间的官吏，他们看不到你。然后师尊还请嘉龙在房间吃大餐，这个圣诞大餐还是新年大餐？这个餐有什么？宫保鸡丁，有糖醋鱼、炒三鲜、黄豆煮的饭、青菜豆腐汤，哇，很多的菜。师尊还端出来菜，是不是？不要不要不要用鞭子！哇，那嘉龙问师尊，你怎么会煮这么多的菜呢？然后呢，师尊讲，嘉龙，你记得吗？当年你常常星期六去市场逛街，买一些花，又买了一包一包干的豆子来供养师尊师母。
这些供养都已经成熟了，所以你有这些菜吃。虽然不是鱼翅鲍鱼，但是熊掌之类，但是也是香喷喷的。所以这个迦龙他供养师尊，对不对？至诚哎，而且他是什么样？常常礼拜六去市场买菜供养的。哎，当然我们现在。师尊在台湾的时候，每个星期六，我们侍者团哦，那个开的大车都是大家的贡品，很多供水果，他们知道师尊喜欢吃番茄啊，就供养番茄，小番茄一箱、两箱、三箱，这个也供养番茄，那个也供养番茄，还有供养芭乐的，还有供养凤梨的，还有供养木瓜的，还有供养粽子的。哎，还有供养佛具的，还有供养药，还有供养衣服、龙袍。哎，那所以师尊的家后来就变成水果摊、杂货店、药房、佛具部。师尊的家里都充满着大家的供养啊。那其实大家都是供养师尊的心哦，都无所求心，对不对？嘿，那当年可能迦龙供养师尊那个时候，可能人还不是很多。这么说可能刚开始起步的样子，所以师尊很记得他礼拜六去市场，那个常常买这个花啦，买贡品来供养师尊。师尊很记得这个弟子的心意哦。然后呢，师尊还跟迦龙一起吃饭，每个人摆个碗筷，两副碗筷，就在吃了。你有没有单独跟师尊吃过饭？单独。我有单独跟师尊师母吃过饭，然后当侍者团的时候，我们就常常一桌吃饭，对不对？那个单独迦龙还单独跟师尊吃饭，哎呀，羡慕死人了啊！这个是比中大乐透还要厉害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来看还有谁？Lisa Ling，谢谢你的功课哦。甘凤丽也是啊，哎，IGNG 你好，LBNG 谢谢啊。Thank you Ling 哦，好。谢谢你们，上来，好了，然后吃完了之后呢，迦龙就去自己的房间睡觉，管他阴间的官吏在那边找迦龙，你在哪里？啊，喊的声音像那个雷声那么大，那迦龙也不管他，因为师尊呢叫他就是在这个房间，那师尊也就去自己的房间静坐。而且还过了3天，那个幽冥府派出来的冥吏哦，怎么找都找不到那个迦龙哦，所以就回去阎王殿复命，报告阎罗王，迦龙凭空蒸发。这个是我加上去的，反正他找不到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师尊就这样说，哇，那现在你可以到玛哈双莲池去了，哇。这个在师尊的度假小屋度假3天，然后师尊宣布他可以去玛哈双莲池，哇，这个比过年还要好的讯息，vacation。我来看，同门的留言，燕云师姐哦，每天早上起床一张开眼，学习马上开口念师尊早安，心中就感到喜悦，心里就跟着宁静，哇，好棒哦，很亲近的同门哦。Sir Yanni 炎帝，哇，炎帝师姐，Happy New Year 啊，Selamat Tahun Baru，对不对？所以Selamat Tahun Baru 就是印尼话的新年快乐。那 Selamat Ulang Tahun 是那个生日快乐。印尼话记得一点啊。Lisa Jane 昨晚在朋友家中过夜，睡觉前。发生一些特别的事情，感觉好像有一些怪怪的打扰你，内心有点害怕。自己就发挥火力，从自身发出来，怪又不能靠近，火像风一样。哦，你是在念让样看是不是？梦到自己到彩虹山庄晚餐，还有一些同盟，哇，很棒。好，Lisa Lin，谢谢你的功课。甘风丽也是阿俊啊，好，谢谢。还有这个 NG Live Chain 哦。好，谢谢你们。好，那迦龙呢，在师尊的度假小屋哦，过了3天，师尊说你现在可以去玛哈双莲池了。哇，嘿，这个是一票到底，嘿嘿，中间没有岔路的。
那弟子就问师尊，我应该走哪一条路？那这个门一打开，师尊讲四条路你都不可以走，胎生、湿生、软生、化生，哇，在幽冥界哪有往净土的路？一开头都得湿生投胎当蚊虫，那些湿湿的泥沼，这个长出来的生物湿生，胎生是人类畜生的，对不对？那个入胎的，让卵生是那个会飞禽走兽的，飞禽的鸡鸭鹅那些的卵生的，然后呢，化身是化鬼，呵呵，对不对？变化的哇，所以胎生、湿生、卵生、湿生，门一打开，四条路刚好就四条路，四条路都不能走，但这就没有别的路了哦。哇，所以是这个迦龙问师尊，这个门打开四条路，四条路我要走哪一条？师尊讲这四条你都不可以走。那师尊，我要走哪一条？那到底哪一条路才可以去妈双莲池呢？然后师尊就讲一句话：去妈双莲池的路在你的心里。哇，这个一讲出来就是重点了。去马哈双莲池的路在你的心里，哇！于是迦龙的心中透出来的光明，嗡咕噜连声悉地吽，嗡咕噜连声悉地吽，嗡咕噜连声悉地吽。原来这个路不是在外面，不是在前面，周围。是在你每天念上师心咒，你每天念上师心咒，你知道吗？你在念你将来回家的路哇！于是他的心的光明形成了一条路，天路净光大道，哇，直直的上去。然后呢，师尊跟迦龙讲，你要直直的去哦，就是了，将来再见。迦龙就冉冉上升，直接走上面，前面四条左右都不走，走心里的光明的那条路上去马哈双莲池了。迦龙上升了之后呢，阴间的小屋也不见了，那师尊也不见了，只是幽冥路上透出了一点诡异的光。那据说迦龙离开尘世的时候，写了一首诗，叫做《我将离去》，我将要离开去呀、啊，我将离去的诗句很感人。迦龙师兄火化之后呢，舍利子、舍利花，白色杂色，圆滚滚的白色舍利，令人赞叹。那每次我这个常外出弘法。找不到题材，那我很喜欢讲这个故事，就是迦龙往生佛国。哦，这个故事呢，其实我在各分堂道场，我讲了好多次，好多次。但是最让我感动的是最后那一句"路就在你的心里"。各位同门，去佛国在哪里？其实去佛国的路很近很近，不要以为它很遥远，常常看自己的心。心中有没有师尊？心中有没有嗡咕噜连声悉地吽？心中有没有光明？心中有没有阿弥陀佛？心中有没有玛哈双莲池？都在自心。祝大家新年找到自己星光之路、星光大道，内心的星光大道，这个就是新年贺礼。我们来看看还有哪些同门。就 endure 啊，又没来，不论是坐车坐飞机，都祈愿顶着师尊平安日久记，又这个谁 bingo 啊，祝哇日久俊生日是不是？灵秀音助教，谢幕上师跟师尊单独一人，师尊用餐，有一次师母安排，师尊师母跟我三个人用餐，紧张。不过师傅哦，他跟我们讲话是不是吃？然后后来我们就讲开了，哇，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缘分，我也不知道啊。是亚尼坚蒂烟蒂诶，坚蒂是不是坚蒂哦？斯拉玛达温巴鲁2020灰君上师啊，斯拉玛达温巴鲁啊，就是新年快乐啊！哎，赞哦。
师尊等迦龙已经有半年，要他去妈双莲池佛国净土，因为迦龙生前供养师尊师母啊，所以师尊特别记得这位弟子，特别来接引他。AG Live Chat 啊，哇，哎，好，这个就是迦龙往生记，是不是大家都很羡慕啊？啊，利比 NG，谢谢你的功课，我们接着来请佛注释。希望师尊，我们也给我们这一条路，我们也要跟哎，这个哎，就算当禅僧也要跟着师尊。好，我们来唱《南无华光自在佛》。南无华光自在佛，南无华光自在佛，南无华光。自在佛，南无华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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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自在佛。南无华光自在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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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华光自在佛。南无华光自在佛，南无华光自在佛。哇，在新年这个时刻，祝师尊师母新年快乐吉祥，祝大家也新年快乐。新年的愿望就是念上师行咒。自心放光净土，就是我们新年的愿望。你能够念上师心咒，自心放光净土，你活着的时候也会前程光明吉祥，对不对？嘿，好，谢谢大家，哇，大家都祝福，对不对？谢谢，同样祝福大家。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师尊的最新文集，小小叮咛，师尊叮咛我们什么呢？哇，师尊呢这个你读小小叮咛就会觉得说师尊的内心的感情哦，这个像长江大浪，非常的澎湃。非常的汹涌，常常给弟子一个很热情的，哎，热情的关怀，眼神的交流，我最喜欢看师尊的眼睛，别都偷看，我不管他，我就一直看，我看师尊就一直看下去。以前我在，西雅图回信中心，然后呢，我们。哎，我排的位置刚好是背对着师尊，但是师尊在讲话，啪，我就看着师尊，然后师尊讲多久，我就看他看多久，然后我就一直看，一直看，然后师尊看到大家都在低头在工作，啊，我就哇，很认真在看师尊，对不对？师尊啊，所以那种已经就是这个吃饭也看师尊，然后呢，就是我就是很喜欢看师尊呐、啊，就是所以眼神的交流，我相信有很多弟子都很喜欢看师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今天这篇叫做眼神的交流，哇，弟子怎么讲呢？你说虽然只能眼神交流，但是对我来说也已经足够了。所有你想说的话，我都知道。我都知道，放在心里的爱一直在澎湃，哇！所以呢，也不用去渴望师父要给你什么赞许，给你什么认可，给你什么的。但是呢，当你看上师父的眼睛，佛跟佛的眼神交流，你只要记得师父是爱你的，嘿。这就已经足够了，就像前面的 love，呵呵，对不对？
师父是爱你的，关心你的。哎，你不要管说，哎，他对别人怎么样，你都不用管，或者不要管对自己怎么样，都不用管。你只要看着师尊的眼睛，你相信师尊是爱护你的，是守护你的，是护佑你的。哇，这个就已经足够了，已经在眼神交流了。那师尊怎么讲呢？我说，无论我正在禅定，或者我在静静的画画，我都能看见你在云中行走，你在花中微笑，你在雨中漫步。我知道你我的眼神就是灵魂的出口。那师尊呢？他意思就算他在画画，他在做别的事，但是他心里面都有我们真佛弟子，因为他看过你，他知道你，或者他眼睛望上去一片，你看台湾雷藏寺，对不对？5万人的大法会，每次这个春季的大法会也有5万吧，3万到5万，再看过去，其实师尊的心中都充满在每个弟子。每个弟子的影子都充满在师尊的心中，哦，师尊是对大家的爱，是像太阳光一样普照，没有遗漏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师尊知道弟子，哎，弟子在看他，哎，就像读，哎，这个在网络直播，师尊也知道弟子在这个看直播。那也有弟子呢，好像是在负责直播的一个单位，说师尊，请你用手加持，对不对？哎，加持我们的那个直播的，哎，看直播的人，师尊就手就啊，哈哈，给你加持，师尊给你加持，有没有？我很喜欢看那个影片，每次那个看那个影片啊，一天给师尊加持几次，很好睡，嘿嘿嘿，哦，记得，所以师尊是爱你的。好，那下一段诗文讲什么？我了解自己生活环境，我自己住的地方还有雷藏寺，有一个地方，那就是吃饭的地方，大家戏称为雷藏寺饭店。我走进去，我走出来，你我就能相见。我会很随和地向同门招手。当然，我会看见你，我都是不经意的，但是在不经意之中，偷偷的在寻觅，寻觅你的眼睛，寻觅你的眼，寻觅你的影子，寻觅那一股清流。当四目交接，四个眼睛交接。我每吃一口饭菜都会想笑，哦，因为师尊的周围人真的是很多，不管在台湾雷藏寺、在西雅图、在彩虹雷藏寺，在各个地方都是满满的弟子。其实呢，师尊跟大家都是眼神交流的。嘿，那吃一碗饭，他师尊为什么会微笑？因为他心中对弟子充满满满的爱。啊、哦，为什么师尊会微笑？因为师尊知道你们都在看他，他的心也在看你们。你们跟师尊的心，我们跟师尊的心是交流的。哇，当四颗眼睛四目，当四目互相黏住的时候，是不可以太久的，避免别人的眼光，就只能这样了。我们甚至都不能交谈一句话，因为我必须把你藏得好好的，因为周围周遭都在看，周遭都在听，周遭都在录音，周遭都在录音，周遭都在直播。虽然是一刹那的眼神交流，也是非常非常的珍贵。哦，所以师尊呢，看弟子，哇，师尊我爱你，但还是有很多弟子冲过去，对不对？师尊也是抓住那一刹那跟大家打招呼，对不对？有的冲得快，有的冲得慢，有的被挤在后面。我是因为拍照，所以哇，比较挤快一点，对不对？嘿，
那不管如何，师尊的眼神，他都是一直在，师尊的爱，师尊的心，都是用眼神在跟大家交流。他看得很远，可能你站在最后面，最后面，对不对？你挤不过去，可是师尊的眼神，他看到你，还是用光明给你照。啊，这个是很有这个感情的诗，对不对？很有感情的文章。以前说禅宗的祖师给弟子只要一个眼神领悟的到的人就很快，有的人领悟比较慢一点，也就一下就领悟到了。哎，啊，还有哇，生日快乐哈！有人生日祝他生日快乐。优美赖师真是爱护、保护、叮咛、加持，我们都是爱，都是感恩的。Lisa 卷每当看到师尊加持网络上的时候，也会跪下来给师尊加持。有人直接拿手机，对不对？师尊加持手那个手出来，他就啊，师尊加持我，可爱哦。人家俊啊，师尊跟弟子眼神交流，是师尊爱护跟守护弟子。但你们看到师尊，不要给人家乱抓，抓人家的衣服，抓人家什么，不可以乱抓的哦。都要这个用，还是要很恭敬的心哦。师尊的笑容慈祥中带着纯真哦。李秀一喜欢看师尊慈善关怀的眼神，感觉自己很安详，心安。所以呢，今天晚上大家睡觉的时候，不要忘记。看看师尊的照片，哇，我这个师尊的照片，看看师尊的照片，对不对？师尊的眼神，哎，师尊的眼神有看着你哦，师尊看着你一起睡觉哦，哎，哇，好，再来看最后一段啊，这个师眼神的交流，我们都知道什么是灵魂的出口，眸子没有锁。眸眼眸没有上锁，啊，灵魂的出口，眸子没有锁，啊，四目交流的时候，珠帘卷，清风吹旋收，这眼睛跟眼睛在看的时候，哇，眼睛的睫毛，对不对？有风在吹过，是无云晴空，是烟雨蒙蒙都悠悠。哎，不管天啊，不管外面的环境变化的怎么样，但是内心都会非常的自在，非常的快乐。哇，这篇就是眼神的交流，在新年啊元旦的时候，想到跟师尊的眼神交流。我们不但跟师尊眼神交流，也跟师尊的心跟心一起交流。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啊，今天那个哇，读书会直播又差不多要近尾声了，还有谁？Dan Viviani Happy New Year，你好，还有 Dan Mimoy 生日快乐，哇，啊，Jennifer Wei 你好，林伟展报告会上是你说的，是不是给你点上新灯直播，中餐晚餐都有事？对啊，好像是，好像是吧？对，都有那个哇，给你加持的那个，对不对？我蛮喜欢看那个影片。好，节目最后，我们跟着伟大的师尊一起来唱《南无阿弥陀佛》，祈请传承加持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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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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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。
谢大家新年元旦晚上来参加这个读书会，然后呢在这个指引一条明路，今天的书讲到迦龙往生佛国。迦龙因为生前供养师尊师母非常的诚心，师尊感恩之余，在他迦龙往生的时候居然还能够意念到师尊，结果呢受了师尊的指示，最后告诉他这个除了避开师尊帮他结界，除了避开幽冥众生的追赶追捕，而且呢告诉他往生佛国的路就在你的心中。于是迦龙的内心放光，嗡咕噜连声吉利后上了这个天梯，一直直走，直直到麻双莲池。那这个眼神的交流，不管你在多远，你曾经跟师尊眼神交流吗？不管你在多远，你跟师尊的心有在交流吗？师尊的心，师尊的眼神都一直在跟我们交流。小小叮咛是师尊告诉大家他的心声，他的叮咛。希望大家今天元旦晚上带着师尊的叮咛进入快乐的梦乡，祝大家也能够在元旦这天梦到师尊哦。好，我们给师尊啾咪，爱斯德鲁亚比布林布林。明天晚上我们晚上10点连生活部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，我们空中再会，拜拜。